Dear passengers, welcome aboard flight QQ Music. 亲爱的各位旅客，欢迎乘搭 QQ 音乐航班，请您放松心情，竖起耳朵，新歌早班机即将起飞。QQ 音乐，让生活充满音乐。嗨，各位，这里是新歌早班机，继续为您带来新鲜出炉的热歌资讯。在1月5号，盖和艾热正式联名的新单《永不独行》在 QQ 音乐上发布了，喜欢说唱的你千万不要错过。歌曲《永不独行》是由2017年中国有嘻哈的全国总冠军盖和2018年中国新说唱的全国总冠军艾热共同来演唱的，所以这次双冠王的首次合作也让这一首歌曲一发出就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像歌词里面所说的，我们里应外合，达到最好标准。所以在这一次，我们也是期待满满，渴望着最高脚本的诞生。哇哦！当然啦，强强联合一定会摩擦出不一样的火花，毕竟他们是唱着冠军搭配把你降服，不达目标绝不后退的人呐。想听完整歌曲，马上打开 QQ 音乐，搜索《永不独行》来获取更多歌曲相关内容，赶紧让你的生活充满音乐吧。我是奥利，这里是新歌早班机，下期节目继续为你带来最新最潮最前沿的大咖新歌，回见。QQ 音乐，让生活充满音乐。感谢乘搭新歌早班机，下次旅途再会。